欢迎收看城市新闻 City News， 我是主播吴英田。想问问看您听什么歌心情最好呢？卫福部新口司公布网络十大疗愈歌曲票选结果，由已故帽子歌后凤飞飞的《祝你幸福》拿下第一名，其他还有苏打绿的《十年一刻》、任贤齐的《再出发》等也都入榜。出发，再出发吧，你是我的第一名。再出发励志歌词成为棒球专属，也是去年攻进卫福部的十大疗愈歌曲。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，人都应该有梦，有梦就别怕痛，可能无数眼泪在夜晚唱了又唱，可是换来成长，可是换来希望。同样是坚持梦想，吃苦当吃补，充满正面能量。下雨一直走和十年一刻也都登上疗愈歌曲排行榜，而摘下疗愈宝座的就是他。为你只会留下你的汗珠，创造你的幸福。至今都让人怀念的嗓音，帽子歌后凤飞飞这首人人会唱的《祝你幸福》得到上万网友青睐。除了流行音乐，没入榜的敬拜诗歌也是不少人心中最疗愈的歌曲。我会比较偏 Juicy Fashion 的歌，所以我都听避难所。医学证实，常接触音乐，特别是多听励志歌曲，就可以让人心情愉悦，少钻牛角尖。仔细听听这几首歌，歌词正向也能朗朗上口，心情低落时就让歌曲抚慰你的心吧。记者魏雨田、吴淑平台北报道。